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在心灵上面的一种对决吧。那么多年还是能够那么很多动作都自己来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。我想要值几多值几多，我要印几多印几多，好像美国政府印美咁噶。朋友系咁噶啦，我帮下你，你帮下我啊嘛。点帮？各位 TVBS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的电影《金手指》。嗯，这是我们两个比较累。其实我们两个人是在心灵上面的一种对决吧。然后我很喜欢他关那个帘，这个curtain的时候，很好，很舒服。他的那种表演就是我给一个空间里，完全没有人发觉你。试试出卖自己的灵魂吧，就那种感觉很强。100几十万啊！我想要值几多值几多，那么多年还是能够那么很多动作都自己来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耐力。我会用努力去形容华仔，我是用从容吧，他所有的表演啊，或者是他的生活，都很好的嘛，很从容。你真的以为你会没事啊？看你而已，阿 Sir。